大家好，我叫范思静英，是秘书。我今年29岁，现在我和我的老公住在广宁，我在这里工作。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日常工作。我每天5点半起来刷牙洗脸，然后去锻炼身体。到6点15分，我回家洗澡。6点半，我出去吃早餐，然后去公司。7点半，我开始上班，到中午11点，然后我去食堂吃午饭。然后我在公司睡午觉，到下午1点半。下午我继续上班，我从下午1点半到下午5点半上班。然后我去市场买菜，和我回家煮菜晚饭。6点半，我洗澡洗衣服。7点，我跟我的老公吃晚饭，然后我学汉语或者上网查资料。我在线跟金老师学习汉语，1周有4天我学汉语，有时候晚上不要学，我跟我的老公去喝咖啡，去吃或者在家里看电影、听音乐。周末我常打扫房间，节日我常去旅游，班级会议回老家看父母。每天我都早点睡觉，要身体健康。每天你们常做甚？